我们要去拍节目。Hello，Hello，差点结束了，今天一来我就结束。Hello，Hello。 今天我们一录制，雪就开始下下来了。是的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什么？瑞雪什么？兆丰年。2018年，新年快乐！都已经4月份了，还新年快乐？不要管时间怎么样，心意在就好。是是是是是。老邓头离40岁越来越近了。对，你觉得？得是你觉得是我吗？没有关系，咱俩共同携手走进80的殿堂。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每天。 早晨6点钟锻炼的是谁？是他。对，在飞机上，凌晨5点多钟，背一阵打脸的声音，惊醒，而且频率非常的高，一个背影，敷着一张面膜在对着窗外拍脸。对，给我吓坏了，手机差点扔掉了。如果原来让你做面膜，你会怎么样？原来让我做面膜，肯定不做。现在呢？现在一天2张，现在一天2张。 我觉得大黑牛啊，这一届已经不是大黑牛了，是美容牛。欢迎各位兄弟来到弟弟的首都维也纳。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开始奔跑吧，全新一季的奔跑。全新一季的奔跑。维也纳是欧洲重要的文化中心，也被称为世界音乐之都。维也纳除了音乐标签之外， 它和联合国还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联合国在世界上共有4个官方总部，分别是纽约总部、日内瓦总部、内罗毕总部，还有一个就是维也纳总部。你们身后宏伟的维也纳国际中心，就是联合国维也纳总部的办公大楼。其实，各位兄弟当中有一个人跟联合国还是挺有渊源的。 确实，我去过内罗毕，然后呢，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亲善大使，在咱们中国呢，帮助我们做一些推广的活动，然后希望能够战胜污染，迈向零污染地球。哦，那么今天你们将走进联合国，并在联合国的会议室里领取本期的任务。哇，联合国的会议室我们可以进去？可以。 哇，联合国的会议室我们可以进去？可以。哇，那我们今天全部的任务都会在联合国里完成吗？想多了，就让你进去一下。不是，倒门口传达室就停住哈。传达室，传达室。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和荣幸的啊，很期盼我们就赶紧去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奔跑吧，联合国。 喂，我们要去联合国。联合国，你有想过你可以去联合国吗？我没有想过，真的没有想过。我觉得这是你在说那个英文最适合一个地方。Unbelievable！哦，没想到词汇量已经那么深了，非常大，词穷了，词穷了。我先问一下，联合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组织。 大家都关心联合国的什么组织？教科文组织、环保、儿童。老邓头，我老年，老人是最需要关爱的，孩子也是最需要关爱的。我们说的是偏重于哪个？其实每一个项目跟我们生息息相关，息息相关，是的，息息。 来了，欢迎你们来啊！欢迎奔跑吧的成员们到联合国维也纳总部来参观。我是你们今天的向导啊，叫周金超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托马斯，这是萨布丽娜，他们是专门训练我们这个警犬的。他的名字叫 Prince。Hello，Hello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面国旗在一起。哇。
正好在我们的后方，我们的国旗。我也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啊，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多国旗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都认出来。那它是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列的。 按照传统的，每个国家会赠送一些纪念品，比如说艺术品呐、雕塑啊。哦。前面那儿有一个青铜像，是中国送的，女娲补天。哦。为纪念蒙特利尔条约，就去除氟利昂。